Hello， 我们要介绍我晚上要放的鞭炮。今天是大年初二哦 ，OK， 睡好喽。后面有看，好了，介绍一下那个，来，我弟，这我弟都买了。哦，基本卡贵啊，我们去刚才去京城有遇到我弟就买了1800多块了吧？1800多块，嘿，你们看到我拍远一点哈，我买的是这些而已的，这个。我先介绍我的嫂子哈，大家介绍下嘴。这个我买的，这本是那个《花火情缘》，金抓点买八五块。然后还有一本那个，还有一本那个什么200发的那个风炮，这差不多200块，就我买。好，再看看来对嘿，这个我先介绍一下，现在晚上要放的烟火。然后还有这些我在京城买的，哈。不是都有人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买这么大本的、啊。然后小的没看到，小的就是直接买了，这些买了800多块这个沙巴哦。然后这些小的晚上再一一介绍，要拍片用的。然后这我弟买的，基本拿最500块，基本500块哈。36发，哇，这36发哎，36发，哦，这赞，36发，这个这本叫什么？热闹滚滚二 ，OK， 32发，这个。这间鞭炮店一样是我就是这几天，不是不这几天了、啊，这几天是有些是上外买的了解对吧？有些是京城买的。对对对，嘿啊嘿啊 ，OK， 你介绍一下，这哈、哦、这个是今天不是京城买的，然后前几天放的是上外买的，上外买的比较上外买的比较价钱比较贵，上外买的价钱比较贵 ，OK， 可是我就拍一些不一样哈、哦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是水印香跟愤怒鸟的那个。那个孩子在玩的一个，对对对，我就是片子一片一片的，不会一次这么多了，就是影片就是我到时候会做一个分门别类的那个鞭炮系列的哈，到时候去我播放里面清单里面找，这叫愤怒你啊，然后这就叫水印枪，水印枪那个点没有5秒，哎，6秒就会爆炸了，哎，这可以爆2下3下了哈 ，OK， 啊，昨天还充电炮爆料吗？充电炮还要剩哦，好，我们先介绍今天买的，然后昨天我再介绍一下，然后这个是一样的哈，然后这个行，那个叫梦幻，有6发的那个小型烟火，梦幻大赌珠，哎，这应该赶快的啦，跟那个黑钢款赶快的有，好，黑钢大概差不多了，黑个梦幻大赌珠啊，这是啥？这个喷雾一闪一闪，这个好，这好棒棒，不看个，那是黑的，那看嘛，啊，这几个是，这几几块啊？这一支30元，30元哦，会咻，会上面会爆炸一个，这叫风神火箭哦，基本30块，没有像我那个，没有像买那个这么贵。然后这个是一般的呢哈，一般的3块的，3块5块哈，啊，然后再介绍一下，哎，昨天放的，有些放没完的，这另外一间的是那个，是另外一间的哈，这个是嘿，这个很响。这还不错，是巨龙、霹雳、赛鸽、大苗。哎，昨天放没完的，然后有些都是重复的啦。然后这个行，那个仙女棒，仙女棒系列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亲，我们几乎把整间店搬回来。这个样板，应该1/8吧，2/8而已。我猜了。啊，然后你看还有一些小的啦，哈，你们看到小的就是烟雾弹啊，烟雾弹比较没什么乐趣啊。小孩子都在玩的那个烟雾弹啊，鞭炮啊。OK， 我拍一下影片。然后晚上哈，我们放的话，我们一门一门放啦，然后剩下我们的那个，然后晚上拍片会比较有乐趣一点，因为有些绑4只的、绑5只的我都也会拍了，可是那已经重复性太多了，晚上我要。把旧的，然后哎，几块哎，哦，块会放料吗？一块的，好像放料、哦好像完了，几块会放料啦。我、哦、可能会3块跟结合5块的，然后差不多一次差不多50发，我用喷灯再点。晚上的压轴就是这个而已，然后其他大本我会放就会放，哦，有些没放就是等明天嘛，留着一些放啊，不要一次把它放完。我、哦、大致上这样子啊，尽量拍一样不一样的影片。哎呀，有时候过年就是热闹一下，然后就是拍一下不一样的影片，哈、哦。像我之前拍的去年的那个影片，就是什么极速大火箭加什么高空烟火，就变成热门影片了。现在有6400多个观看次数，我也希望今年有变成一个热门影片了。所以有时候其实过年就有时候就是
花点钱玩一玩，蛮高兴的，因为一年才有一次过年而已，所以有时候会买一些鞭炮来拍影片的、啊、哈，因为毕竟烟火你放一放就没了，有时候把它拍成影片的话，你可以一直看，有时候东西都是这样子的、啊，对、啊，那意思啊，哎呀，回忆无价 ，OK， 回忆无价，娱乐一下，哎呀，回忆无价 ，OK， 好了。过年的心情好了，最后我还很久没讲说，最后喜欢影片欢迎订阅 ，OK， 快300个订阅了，我希望到1000订阅以上，我就会用剪辑的影片了哈，我到时候买 MacBook 来做剪辑的，打字幕的 ，OK， 等1000订阅以上再讲，现在目前没办法 ，OK， 就是拍这种生活记录了，我影片真的很多了，我已经拍了2年了，有2400多部影片，吃喝玩乐什么都有 ，OK， 好，最后喜欢影片欢迎订阅哦，拜拜，再见 ，OK， 马来。拜拜再见，日王拜拜再见，拜拜再见 ，OK， 拜拜再见，我马上上传了，拜拜再见。拜拜再见。